展出的一个系列作品，主要是从2015年至今持续在发展的一个系列作品。然后主要的题材是以毛巾为主。然后之所以会用毛巾，主要是因为想将毛巾与使用者之间的共通性作为连接，然后让毛巾在画面上以一种拟人化的方式叙事，然后再书写。这展出的作品有分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开始做的，毕业以前就开始做的是生命系列。然后这系列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我经历的人生的一些经验。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然后画面中会有纸鹤这个元素。纸鹤我觉得就很像是象征我吧，然后去经历这些事情这样。然后第二系列是岛屿系列，岛屿系列是我有一次去妈祖旅行的时候，然后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观，就是岩石上铺满了那个碎酒瓶，然后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冲突，可是又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想要发展有关岛屿这系列这样子。我这一次展出的作品是同一个系列的作品，然后是以铁花川还有藤蔓为主角。铁花川呢是我还有我的父母跟祖父母，就是这三代就是在生活中会蛮常看到铁花川这个物件，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的共同的记忆。然后藤蔓呢，它的生长方式，它是随着物体，它的攀附的物体去生长，然后延伸，然后会覆盖，从嫩芽到残枝，再到新生，不停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它就像记忆一样，它会随着时间累积，然后覆盖，甚至到遗忘，然后有些记忆也会随着时间改变，然后这些记忆就像是我们成长中的重要的养分。谢谢。大家好，我是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卓方圆。我这一系列的作品从2014开始就开始琢磨于在自己心情的书写的部分。那这个记录的书写呢，是关于可能我内在的担忧，对未来的担忧，或者是我曾经看过某一些景点或是一些事件，那个事件对我印象深刻，那我在那个时间点记下来，然后我再次就是隔几年后，我用自己的就是绘画语言的方式，像是象征性的语言，然后进行创作。那我这系列的创作主要是以泡泡当作一个主角，然后泡泡它本身的特质像是有比较脆弱，然后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很短暂的，然后也会随着风或是一些当下的情况改变它里面的反射状态。那当我把泡泡跟一些场景或人物结合的时候，因为它停留时间很短暂这个特质，其实我就会想要利用这样的特性呈现一个短暂的特定时空下的一个状态。那这主要是我这系列作品的一个理念。谢谢。日常建构创作灵感，展期11月17日到1月10日，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6点，欢迎。